给他喝，又给他超度，看这个意思。因为末法时期很多人不会念经，所以佛陀说不会念经没关系，挂经幡就好啊。因为观音菩萨随时在加持，风它变成观音菩萨的呼吸，这个变成观音菩萨的舌头，所以观音菩萨的一直在诵经。那你印地藏经就在念地藏经啊，你印药师经就念药师经，乃是这个咒轮这个意思了啊。那各位如果常用，哪一天坏了你再给它组装一下。而且我们一次做10000个很便宜，下回各位换你做，我们做的是要送到全世界，因为美国欧洲的虎墓啊，最喜欢挂这个，一放就觉得很有礼貌啊，因为他们认为有颜色，但他不知道这个是咒语，对他们虎墓区最重要，然后呢他们会很欢迎啊。然后只要任何地方，当然做的越现代化越漂亮，人家越不会忌讳。那如果你开店，最少你门口一定要放一只，经过你店门口了都得到功德啊。然后一直风吹到它剩下一条线都还在做功德啊，因为佛经说了经幡吹吹吹吹，那一条线都还在利益众生。好，来，那各位的水拿起来，请看到倒数供水记，先做供水，倒数第二行供水记，来一起念：水有八德，供养十方，着诸恶业，六道清凉。来，点一滴出去，嗡啊轰，把它打开啊！以后各位天天都要喝水，你只要一杯水拿起来先供养，好不好？就念这个记。如果你背不起来，干脆把这四个句写在你杯子上好了。啊，水有八德，这个水供养就变成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，供养十方法界众生。点出去的时候，众生的恶业统统消除。浊就是洗干净的意思，浊诸恶业，六道众生都消业障，得到清凉。再来施水记，念一下。此施诸善根，愿彼利恶鬼，离恶鬼劣身，获善趣安乐。嗡啊嗡啊！那以后养成习惯，水来了，食物来了，以后你吃饼干、吃面包一样，要吃之前嗡啊嗡，供养三宝，然后捏一小块丢出去，好不好？蚂蚁啊，鸟都很喜欢吃，恶鬼道马上可以得到利益。你自己在吃。吃东西不离开修行，洗澡不离开修行啊！当你洗澡的时候，你要念那个浴佛记：我今灌沐诸如来，净是庄严功德海。你要观想自己变佛像，然后这个水就可以下施，透过水沟流出去，很多恶鬼道离苦。那各位要做一个刚刚讲累积功德的人，分分秒秒都在累积功德啊，都在做善事。那你会发觉这种行善的快乐、慈悲的快乐就会超越你金钱的快乐。那个时候金钱只是你的工具而不是你的目的啦。啊，你要开始提升你的人生观啊，所以然后就帮助他们。来，我们现在要念功德回向滴水记啊，我们先念一遍啊。那这一瓶水各位麻烦你就先不要喝，然后如果要喝添加油，但这一罐水全部念完了，人家用100万马币你都不要买，开什么玩笑？要我会要给你100万给我，我再买多一点。但是问题是，意思是说它很有意义的，很有功德的。也希望各位你懂了，以后你每一次在公司买个一堆水，像这样念好了，送给亲戚朋友。他是天主教，他是基督教，最好了，你都不用讲就对了。喝也有功德啊，因为你要帮助他嘛。啊，如果他是一个懂的，你说你需要发财嘛，就去倒一倒；你家里生病嘛，就喝一喝。因为你帮他念各种的咒语，大悲咒、药师咒、发财咒、白财神咒，很多跟水有关的咒语。如果你不会念，等一下会发给各位这个，这个是不会坏的。碰到水，你用这个把它泡一下水，它就 OK 了。大家了解吗？这个做法就像我这个瓶子里面放了很多张这种咒语，虽然很多咒我们念不完，但是至少它碰到这个水，这个叫接触得功德。
啊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叫，念下来，不修成佛，谁解脱众？他只要碰到这个水，他不用修，将来也会成佛，种下成佛的因呢。那这个都是佛经里面的方便，方便是一种慈悲，但是要有信心的人太少了，太少了。啊，各位你要相信，所以哎，现在发给各位这包，这里面还有两个你要带在身上，带了以后麻烦你多跟人家握手，对方不得了了。啊，因为你把这一个咒语就有六个咒，然后两个，啊，不一样颜色。那将来各位如果我们可以印多，一人发100个，到处跟人家结缘嘛。啊，特别生病的人，我们都做过实验，病啊，交付病王给他带了，隔天就出院了。因为这里面有个大随求灭罪咒，大随求就是你带在身上的病都可以消除。往生的时候去极乐世界，各位你要相信佛经这样说，佛亲口说《大随求陀罗尼经》，你要相信，发给大家。还有另外一个蓝色的是吧？蓝色的里面有一个，这什么咒？不动佛。哦，这个叫灭恶去亡咒，这个咒带着消除三恶道。这个是我们赞日法师去访欧洲，欧洲一个19磅，结果现在 made in China 就非常的便宜。啊，然后呢，各位就可以带着那灭恶驱王这个有相片，他的功德写在后面。你带着这个咒啊，乃至以后各位你不会念咒，你就说南无灭恶驱王如来，或者叫南无普明大日如来，一样意思啊。然后这个袋子，哎，小心，这个袋子不要乱丢啊，不要拿去装手机啊。这个袋子是让你装米的。这里面咒都写好了，辨识咒、甘露，你只要装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出去就玩米，嗡啊嗡，啊，前面有嗡啊吽就是开光了。然后呢，也代表灭去了。所以你手上带着咒语，然后去撒米，好不好？各位今天发财了，中爱国奖券了，啊，所以你要懂得，而且这个米袋做的比较厚，不容易坏。那麻烦各位多包一些米，以后出门没带马币没关系，记得带米跟水啊，还有咒语，加上一颗慈悲心，你可以跑遍天下了。要不要跑？明年我们6月要跑欧洲、美国、英国、德国，走吧，去流浪吧，跑湖牧区，跑屠宰场，跑人多的地方去撒甘露水。所以我们出去都带着这个旗子，老外以为我们是领队啊，啊，每个人都带会嘛，啊，去利益众生呢，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见即解脱，吹即解脱，风吹到他，他眼睛看到，他得解脱。所以各位以后做多一点，像各位今天饭店上来那个楼梯有没有做这个啊？他就故意让你走过那个啊，饭店都挂着，所以以后。如果你觉得那个地方怕怕了不吉祥，你就把这个咒旗带着。佛经说你晚上睡觉这个放在头顶，恶魔不侵，免怕鬼。各位会不会讲福建话？嗯，对，免怕鬼啊，因为它上面有咒光的加持。还有一张不动佛坛车，哦，这个可以撕开的吧？这个我们赞日法师要把你的车变成坛城，你只要把它回去撕开，透明的贴在你车子前面或右边左边的玻璃，好不好？那你功德太大。这一部车开到哪里，你要观想一下，它在发光，蓝色的光，特别照太阳一照到它，整个阳光都变成佛光。然后车子开到哪里，利益众生到哪里，好不好？我们利用各种方法啊，现在发给各位啦。好，功德回向滴水记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好，一起念，来。强缘极露住无边，把水拿起来，代表你的水要布施了。雨水由天降，终必会滴处。
由此之不失，福之亦恶鬼，犹如满溢流，得遍于大海。由此失善果，福之亦恶鬼。我解释一下，我们倒下去的时候，各位要观想，这个水是从天上下来，像大雨一样。马来西亚经常下大雨，所以墙角、石头旁边、路的很远的地方，哪一个处所、无边处所等，雨水由天降，终必会滴处。所以你累劫累世的父母祖先都得得到，啊，在远的地方的众生得得到。如此之布施，然后再把这个布施的功德、福报、资粮，去回向给所有恶鬼道、痛苦的众生，只要他们需要水。所以犹如满溢流，得遍于大海。那这个水就像滴到河里面，又满出来，又流入大海一样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在家里，最好拿一个杯子倒到杯子满，然后又溢出来，要这样观想。那最后再把这个水倒掉啊。那你也可以去泰国、缅甸买这个整组的，然后做起来，还有银的，看起来很漂亮啊。然后南传佛教都有。再来第二个寄语，我们做布施的时候，观想自己是观音菩萨，流出来水是智慧的甘露，那些孤魂野鬼马上离开痛苦，证得空性，乃至升天。来，水拿起来，我们一起念。来，自己圣者观世音，手降本质甘露流，恶鬼饥渴诸苦灭，愿集极尽俱福乐。嗡嘛呢呗咪吽舍，最重要是后面的六个字。嗡嘛呢呗咪吽舍，观音心咒，诸佛慈悲力量的总集。六个字代表六道众生都消业障、断烦恼。舍代表他们去极乐世界了。然后当然布施水的时候又加念这两个咒，最好开咽喉咒。念的时候，各位要滴几滴水出去。来，嗡波波地里切多里，但他也多也。嗡波波地里切多里，但他也多也。嗡波波地里切多里，但他也多也。甘露水真言，麻烦各位再滴七滴水，上山下山后面一滴，都知道意思了。来，那么娑罗波耶，但他也多耶，大智他，嗡娑罗娑罗，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。我们在念药师咒，各位在滴水，变药师咒水。来，对啊，他嗡贝堪杰贝堪杰玛哈贝堪杰让扎萨摩嘎德梭哈。再念一个咒，你一定很喜欢的，叫发财咒。各位念一下，嗡。赞巴拉，扎林扎，扎林扎，扎林扎，梭哈，梭哈，还有一个呢，嗡，瓦苏多利梭哈，瓦苏多利梭哈，这个代表财产像雨水一样进入你家仓库啊，所以来，嗡赞巴拉扎林扎耶梭哈，再念一次，嗡，瓦苏多利，瓦苏多利，梭哈，梭哈，麻烦各位发愿做财神，好不好？你不做财神会令人讨厌啊！做菩萨一定要做财神，你到哪里把财产带给人家，你到哪里把健康带给人家，更重要，你带到哪里把快乐带给对方，好不好啊？一定要如此啊！所以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，因为你永远带给他快乐，你有智慧啊！因为你不执着一切，你充满悲心，所以各位不要做一个爱抱怨的人，好不好啊？要开始。你老公对你好不好？对，老婆对你好不好？对，不是快乐吗？那癌症又不见了。你谁谁凉谁谁凉，你有得癌症，你的心态不好，那就是抱怨。我老公对我不好，我儿子不孝顺，我婆婆不好，阿弟拜阿弟，你可能是肝癌末期啊，因为你的心态会造成你的病，了解吗？因为这个世界，达摩祖师说。我们是来还债的，要甘愿还，好不好啊？甘愿受。但是呢，念一下，随缘消旧业。对，我们来还债，莫再造新殃。广修诸功德，
除了不再造恶业，我们每天洒水，好不好啊？